过来晚了。星星，来坐。坐。放心吧，没问题。医生团队人选特别指定的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魏教授的助手是他，但肖一成还是很专业的。评价这么高？高吗？行，没事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欣姐，要不然咱们喊上小畅他们一块吃个饭庆祝庆祝。韩总，一清师哥有空的话一块。行啊，有空的话一起吃个饭。我没问题。抱歉，教练，韩总已经将今天的行程全部推迟，后面还有很多事要处理。我想着一定是前一年，不碍事，只是我觉得现在庆祝有点上头，售后病人当天肯定是要持续观察，我猜邵医生一定也没空吃饭，我院里还有事。那今天的庆功会我就不参加了，不好意思啊各位。行，那我们下次等圆满成功了再庆祝。好，那我们去吃饭吧。啊，好，走。但是临床试验才刚刚开始，我想先集中在这儿多合作几例手术，一起吃饭，上车。